欢迎来到丛林指挥官们，但愿你们喜欢虚无缥缈如梦。不过外面有，准备防守，我们的敌人。 一触即泉，应该马上就要打开了。真是个并肩作战，碎片安全了。注意了，我正在派出我的首个机器人。 什么情况？敌人正在冲向我的机器人！早上好，指挥官们！你的盟友正在交战，求求你们了，快让！采集机器人开始返程了，你们要记住。 干得漂亮，指挥官们！我的机器人，艾舍尔跟我说，马上就会有更多的机器人要打开了。你，我将在这一片区域集中搜寻神器，我已经搜集到了碎片。 正在派出我最厉害的机器人，我看见你们了，我要扎死！我的机器人正在承受伤害，成。 把我的机器人砸个稀巴烂！该是机器人回家的时间了，我讨厌他们整晚，我的机器人要死了！他们来威胁基地了！机器人回来啦！机器人回来！不是吧？
这是一个好机器人，欢迎回家。敌人正朝我方基地进发。是一群需要保护的孩子。基地遭到了威胁，我们必须。你们有没有碰巧存下提取的地址？好消息，指挥官们，我的机器人给我带回了地址。我的机器人回来了。快看这满满的地勤，全都是我的。不好了，他们正在加倍从活物身上提取地基。这些是最后一批弃权，他们仅存的族类。我没说。我想这些。我的机器人过去了，敌人朝我的机器人涌过去了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要救拜舍尔金鸟？那些混蛋正在把我的机器人砸个稀巴烂。那是一只死掉的金鸟，它之前可能已地勤罐装满了。发现敌方打击部队。什么东西原本是做的经久耐用，现在却惨遭破坏？拜托！再损失机器人，我可真的承受不起。影响敌人，休想骗我奶，没有
这场战斗中退缩。